Hello, Lin, 刚刚呢，就真的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真的 encore， 就是在 encore 之后还有一个 encore，是不是因为现场的观众太就让你感动了？对，很热情，而且我已经两年没有来到香港了嘛，然后热情依旧不减，但是多了一份亲切感。嗯，因为其实有看到，就是我出道11年多，然后有看到从年纪比较长的到年纪比较幼的。都有，所以觉得自己的歌可以多广的，就是可以让很多朋友们听到，我觉得还蛮开心的，对，很感动。嗯，然后你还跳了就是广东歌，还跳了那个 Beyond 的情人，就是为什么会跳这首歌，然后唱得很好，很标准。谢谢。其实我因为我的 band 里面有两个香港人嘛，然后他们有教我，然后偷偷爱你这首歌是我以前小时候在看。电影，因为我很喜欢看香港的电影跟港剧，所以那时候就有觉得有一天如果在台上的话，我一定要唱我很喜欢的歌，因为那个偷偷爱你是我少女的时候，就是幻想可以谈恋爱的时候，希望有一个男生可以像梁朝伟这样子很浪漫的追求我，所以就选了这首歌。嗯，你希望梁朝伟先生有听到吗？希望了，因为他是我的男神。到现在还是吗？还是啊。哦，对，那有没有香港别的歌手也是你男神女神啊？很多哎，其实我一直觉得，我听过郑欣宜，Joyce， 他有唱过《给我一个理由》，忘记的粤语版的，很多对，然后他唱歌也很厉害，然后容祖儿我也很喜欢，邓紫棋，郑秀文姐。陈奕迅好多，张敬轩好多，我都讲不完。对，因为下个月就开红馆了。哦，对啊，那你要来香港开红馆的演唱会吗？希望有一天，然后我觉得这个都会在计划当中，但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所以有一天可能会。但是现在就是最渴望的肯定是有休假，对吗？对，我希望可以放个假，好好的休息，睡个觉。有多久没有陪家人呢？就因为演唱会的事情。没有，我跨年的时候才陪家人一起去马尔地夫度假。可是我看报道，你是每天也要，不是每天，很多时间也要陪女儿上课吗？对，我只要放假的时候，我都会陪她。那她有投诉吗？没有，因为她很成熟，然后。这有的时候就是互相哦，我觉得他很成熟，很体贴。那难得来到香港，有没有放假呢？放假，有，其实就是这几天除了排练之外，我有好好的睡觉。对。有没有想去香港哪里地方，或者是吃香港？海洋公园。要看海豚吗？看熊猫吗？不是，坐那个海盗船。对。海盗船。海盗船。然后吃很多东西，然后就吐。那这是另一种宣泄的方式。然后就现在呢，很多的粉丝都开始习惯了阿林这个短发这个造型，然后多了一份帅气感。但是其实你怀念自己长头发了吗？我比较喜欢我短头发，因为它可以多一点帅气、成熟跟妩媚，它各式各样的样子都有。我觉得最主要是。有自信，你做什么样的造型都是一个漂亮的方式。所以暂时就是还是维持这个短发。对，我接下来应该会挑战更短。这么短？可以，好，这么短，对，我很想，对，就是这么短，拍一下。要染吗？你要染吗？我要这样子，而且这是造型太好了，我喜欢这个紫色。拍个照吧，对，拍个照，留个念 ，record。耶、yeah! ！OK，Thank、okay, you， 唔该，谢谢，谢谢。